怎么样？你奈这个博之河？哎哎，猫咪上我身！哭啊！哈哈哈！魔豆凯撒，魔豆你也敢选？结束了，佛之登场，梦的了。我很不想玩佛之啊，因为玩佛之的这个游戏太无趣了。玩佛之的，我们的胜率是100%，玩了12场，只输过一次。意思啊，你回家干嘛？你回家干嘛？看他智障吗？他该不会智障吧？我去你的！他妈给我买多兰戒，完了，结束了。他们哪来的智障啊？31把转账开眼，没错，我队友开眼了。1元人民币可以买串串。我10年前去上海。我买那个串烧，10串而已，他跟我要100块人民币，那我觉得没什么，因为在台湾，你买个10几串500块好像也还好。就后来问一下，他说你被坑了，干，10几串怎么可能要100块人民币？当我盘子是吧？如果这个魔豆过度嚣张，我们就会送他下去。啊、你该不会晕倒的晕了吧？就像现在这样。你产生了可以跟我打的错觉。抱歉，你产生了可以跟我打的错觉。我们的博之是不可能打输你的。哭啊！就只会吸奶，就只会吸奶，再吸一次啊！再吸一次，速速看啊！怎么真的要吸了？哎，真的要吸了！哎哎哎！啊，不是啊！结束。哎呀！你行不行啊，格雷夫？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他妈什么？这格雷夫是不是收到30块了？又打起来了，我们状态一般般。肉，本来我们是暴打魔豆的，被搞的那一波呢，我们只能浓了。魔豆 TP， 他结束了，他直接把他的上路奥困给我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峡谷破皮之罪。峡谷破皮之罪，带着一个寒冰霸权急速破皮，啊，这就是你 TP 下路的下场，魔豆，不是魔豆，你居然在一个峡谷破皮之罪的面前 TP 下路。海盗大陆，这个魔豆不配赢啊！那么肥，我们打野这么瘦，你拿了这么多优势，你 TP 这波直接把我失去的全部都回来了。啊，有种你现在再单杀我一次，要不然你就不配赢。结束了。什么？不要吧！就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我现在干嘛？就一个人，我现在干嘛？用我 TP 干嘛？死了就开始看谁怪啊！这魔豆为了看会战，直接不顾自己的人物。这个蒙多不是、啊、这个博之，哎，不是这个魔豆已经结束了。这个魔豆已经结束了，他以为他出了降治疗很强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输给一个蒙多。你看，他一定会跟我打，他很球啊。
来，来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没错，我就跟你打。拉扯一下，来，拉扯一下。哎，结束了。拍谁啊？拍谁了？拍谁了哈？你一定没有想过，身为一个单挑之王，居然连个博智都打不赢。抱歉啊，我们的胜率92%，不是盖的，不是在演的。自己暴打上单，又自己吃了预示者，不可能会让我们输吧？还帮队友视野怪，我们博智打中路也是蛮强的。有钱大家一起分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你奈这个博之河？哎哎，猫咪上我身！哭啊！哎，不是吧？拉扯拉扯拉扯！行不行啊？博士还在谈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送了？真的，猫咪开始知道要黏我了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！你说我很恶心吗？我确实挺恶心的，不过你的恶心是称赞吧？是称赞那种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强的角色在韩服的 OPGG 只有44%胜率，那些很明显都不会玩。我的血回太快啊！猫咪啊，猫咪快帮我补血啊！减一，哎，拉扯，扭掉，嘿嘿！哎，怎么还没赢？队友怎么没赢？哭啊！下去吧，海鲜！超级猫咪上啊！超级脖子，没了，要吃吧？猫咪上对人了，有条鱼，有条鱼！哇！闪现，去玩我的闪现，什么操作？请我吃水球啊！这么好，再来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就叫如入无人之境啊！如入无人之境啊！什么意思嘛？这群人，玩博智的时候，我说不出来上路是运气游戏这种事。玩博智的时候，就会感觉到上路确实可以 carry。烫死！哎，怎么人都在下面？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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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钱有点多哎。等我啊，等哥哥，等哥哥。哇，安妮也很强啊！结束了，给你投吧。极致羞辱，点了吧，点，点了吧，点了吧。这样你们还不点？不是啊，这样你还不点？你认真？你们真的不点、啊？点了，这样你们都能不点？对。永久转守为攻，又差一点能执行，又差那么一点。哎，这么烂的打野都赢，这么烂的打野都能赢。今天就播到这边了，博智之夜，谁要看博智之夜啊？
我每天玩博兹，你们想要看看博兹的极限在哪吗？天天玩博兹，看看究竟胜率到底有多少。真的，我很不想玩博兹啊！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峡谷破皮之罪？你们想要看看博兹的极速破皮？好恶心，好恶心！你说我很恶心吗？博兹登场，再吸一束束束看啊！哭啊！我每天玩博兹，他跟我要100块人民币，就这么惨。哎哎哎，上我身！